让死亡治我，让恐惧侵扰我，来摧毁我深爱的一切，可能夺不走我的选择。现在好多了吧？现在立体声一点了。越来越多的事情的经历，让我开始更加珍惜每次跟你们遇见的机会，也开始不吝啬自己的表达吧。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周深演唱的稳定性有多厉害？每个现场每个舞台都无比稳定，无比精彩，不管什么场合和设备都能唱出让人记忆深刻的音符，周深出品必属精品。周深在抖音美好奇妙夜演唱 Jack 的 Golden Hour 并不特别意外，因为随着抖音在国内外影响力的不断增加，在抖音主办的晚会上演唱英文歌曲必将越来越多，这也体现出抖音的国际化一面。周深有着多次演唱英文 Live 的经验，而且场场精彩，让人一直称道。周深在英文歌曲的演唱方面咬字吐词非常细腻，就算纯英语区人士听之也会赞叹其发音之标准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让我们一起回忆几场周深的英文歌曲 live 舞台。一 Just Like Fire， 在 B 站2022跨年晚会上，周深演唱了 Just Like Fire。演唱的这首歌曲舞台可谓炸裂之极，整个舞台表演过程激情似火，独特的声音感染力通过舞台渲染呈现了一场无比经典的表演。无论是英文 rap 还是自如的节奏，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，这个舞台非常震撼。在周深演唱的英文歌里让人获得双重视听享受。二 This Is Me，在 B 站2022跨年晚会上演唱了 This Is Me， 这是一首非常体现个性的英文歌。唱到一首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，叫做 This Is Me 嘞。大家就是很多时候要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，因为那个可能也是你最利的武器。我们一起加油好吗？好了， This Is Me。演唱充满力量，让人共情，抑扬顿挫，力量感十足，将情绪渲染到极致。三 You Raise Me Up， 在2022第六届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上，周深演唱了 You Raise Me Up。这首歌曲旋律优雅，充满力量，又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演绎。表演过程中还融入了儿童大合唱，更是唱出了气势磅礴，
清亮的声线更是征服了现场嘉宾。四 My Heart Will Go On， 在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上，周深演唱了 My Heart Will Go On。曲是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的主题曲，原唱席琳迪翁。这首歌曲当年曾经风靡全世界，可谓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经典歌曲之一。整首歌曲缠绵悱恻，呈现着对深爱的回忆和执着。整首歌的声音丝滑流畅，仿佛重温电影片段，让人感动。上面四首英文歌都是周深的英文歌 live 舞台，每一首都有独特的韵味，每一次的演唱舞台都非常精彩，均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的声音多变，无论是温暖、伤感，还是劝慰、坚强，都让人充满希望。光盘之类的吗？就是我能比较系统的听你的歌吗？谢谢康老师。如果您啊真心的想欣赏作品，请去买。别老到这台上要光盘。我能不是我担心就是买不到啊。我是作为一个粉丝的一个心态在要。你知道为什么买不到吗？都送给我了。这是呢。哦，你说二级批发商啊。真的是让康老师到时候感受一下你的作品。好好好，谢谢康老师。对，因为我这个。就是听到特别好听的这个音乐的时候，确实有时候觉得是文学和音乐是共通的。对对对，人生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塑造，是吧？就我们平时这个生活工作都这么忙，一听到如天籁一样的声音，就觉得整个人都好像得到了一种解放，真是非常棒的感觉。谢谢谢谢。我觉得周深呢，其实我特别希望他，就是因为他学的是歌剧的，他学的是美声的，所以我一直跟他有约。我本来跟他约了，就应该这个时候在我们上音歌剧院在演歌剧《Nello Zitti Figaro》，他去演 Carabino， 就是演那个小男孩。费加罗的婚礼。对，费加罗婚礼，在里边一个情窦初开的一个小男孩，你们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？哎，你问世间情是何物？他其实也是演了这个嘛。对，他就演这个小男孩。我压力好大，那个角色的那部分特别的有名，压力巨大，就是最讨巧的一个。对，我会加油的，廖老师。